邓啊呢个嘅啊苏子婷诶呢、这个矮人报告嘅试讲局。大家好，我就系、是、太空台记者，我叫苏思王，我而家身处喺太空。今日喺太空嘅天气非常之低，但系呢度一个被破咗世界纪录嘅人喎、哦，呢、这个人就喺度啦，你睇下。呢、这个就是全国之城诶，全城诶、全城最矮，全港最矮都是佢。佢叫做咩名咧？佢咪叫做苏怡咯。佢今年咧就八十岁，但系佢嘅身高得十厘米高嘅啫。你话系咪好矮呢？佢一个妈妈，身高好高。大概有230厘米高，真系同佢个女差天共地。今日就系佢个女嘅八十大寿啦。其实佢阿妈已经咗啦，所以今年就系佢嘅八十大寿。佢嘅蛋糕好似恐龙咁大，上上订单一定好贵嘅啫。但是它可以一啖就食曬，仲可以好飽嘅添。而家我就去訪問佢啦。請問你今次嘅生日願望係咩啊？我聽咗佢嘅外星話之後進行翻譯，我就知道係呢個生日願望係因為想變得更矮，仲唔會俾人踩到添。我就問佢點解？聽咗佢嘅外星語，我就知道原來因為佢想全世界同佢比佢高好多，佢想成為全世界最矮嘅紀錄。佢想能夠保持更矮，唔係佢想仲矮嘅，佢想保存全世界最矮嘅紀錄。嗯，佢咧，佢都希望自己可以同自己差唔多高嘅男人結婚。聽講喺你呢個太空裏邊有個11厘米高嘅男人，呢、這個蘇怡咧就一直好想同佢結婚嘅。唉，蘇怡嘅願望真係搞笑。企定啦，企定。講到依家，我將其他嘅新聞交翻新聞部無線太空台記者蘇思王報道。